我们要感谢的是我们加拿大市场的全体伙伴和各国对加拿大市场全力支持的精英们、领袖们。 慈善基金只会越来越大，数额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有信心在加拿大做大做强。我们的慈善计划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坚信，我们一定可以扎根加拿大。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我们加拿大一岁的生日。我相信，这只是我们加拿大辉煌的开始。我相信，在我们全体同仁和所有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加拿大市场一定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